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铁路建设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每年的春运高峰、旅游高峰、民工潮、学生潮，使得铁路运输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铁路实施跨越式发展和大规模提速已迫在眉睫。建设铁路客运专线是铁路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标志，是我国铁路建设技术质量的重大突破和革命。中铁七局高度重视铁路客运专线建设，从2004年就全面贯彻落实铁路客运专线建设工作会议的精神，认真领会以人为本、服务运输、强本简末、系统优化、着眼发展的铁路建设新理念，坚持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原则，依托天兴洲大桥的建设，面向铁路客运专线建设的广阔市场，围绕形成铁路客运专线施工能力，从技术创新、人员培训、设备准备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聘请专家举办了有关知识的讲座，广泛收集整理了国内外铁路客运专线的设计和施工资料，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切实提高全员对铁路客运专线的认识和了解。与此同时，中铁七局专门成立了铁路客运专线设备配置领导小组，积极研制储备新的施工设备，并依托武汉天兴洲大桥的施工，由中铁七局、中铁六局、华中建筑机械厂和西安交大组成联合体，共同研制了900吨架桥机，于2004年10月21日在北京通过了由铁道部科技司组织的技术设计评审。2005年2月26日得到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生产批准。中铁七局及时与郑州华中建筑机械厂在郑州裕达国贸举行了隆重的生产加工签字仪式。目前产品正在紧张的生产之中，计划今年8月下旬开始在武汉天兴洲大桥中铁七局工地架设900吨整孔箱梁。联合体根据京沪高速施工规范和起重机械设计规范，综合国内外施工经验，设计出适合我国高速铁路和客运专线建设的 HDQ900型架桥机。该机有主梁、前导梁、O 型支腿、主梁前支腿、下导梁、辅助天车、主梁的辅助支腿、起吊小车、卷扬机和控制系统组成，可以架设跨度为24米至32米以内、重量为900吨的预制梁。架桥机在桥台拼装完成后，便可进行桥基的纵移过孔。两个起吊小车先移动到主梁尾部，然后将主梁的辅助支腿抬起，桥基开始向前移动。主梁前支腿达到位置后，顶起支腿油缸安放稳固，然后用前起吊小车吊起下导梁尾部向前移动，移动到1/2处时，前导梁下的辅助天车吊起下导梁，继续向前移动到前方桥台上，完成纵移工作。预制梁在两场制作完成后，由两台门式起重机同步吊起。将预制梁安全地放置在轮胎式运梁平车上，然后由运梁平车运送到待架桥台上
等待桥基架梁。预制梁运送到桥基尾部后，先将油缸收起，车上的移梁小车将预制梁送到前起吊车下方，再由桥基的前起吊小车将预制梁吊起向前移动。预制梁后吊点移动到后起吊小车下方，吊起预制梁尾部，然后同步向前移动，最后将梁安放到指定位置。整个预制梁在架设中按照施工规范，采用四点起吊、三点受力的原理，保证在吊装中梁体不受到外力破坏。架桥基的起吊车分为两层，上层的下面装有轮子和电动推杆，可以对预制梁进行横向移动，保证准确将预制梁安放到位。架桥基施工中，如果遇到32米变为24米时，先将下导梁的前支腿向后移动8米安装牢固，再将下导梁纵移到前方桥墩，然后完成32米预制梁的安装。现在将桥基向前纵移8米，变换前支腿位置，前支腿安装完毕后，顶升油缸使其受力，然后移动主梁的辅助支腿，再将桥基向前移动，将下导梁移动到前方桥墩，最后安装24米预制梁，完成不同跨度预制梁的安装。桥基架设到最后一孔时，可以将主梁前支腿的下端折叠收起，然后桥基向前纵移，在支腿下方做好支撑。然后将下导梁的后支腿拆除，移走下导梁，放置最后一片梁，完成整个桥的架设。工程结束，桥基需要转场时，可以采用以下方案进行转场或者反向架桥，以便进行下座桥的架设。